第40题，请问甲乙两个单摆的周期比是几比几？我们从图上面看得出来，我们的甲摆动了20次的时候，时间花了20秒，所以呢，它每一次呢就要花的是1秒。那么乙呢，摆动了20次，它花的是10秒，所以呢，它每一次呢只要花的是0.5秒。所以甲跟乙的周期比呢就是1:0.5，也就是2:1。那么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图上看出来，这边都是20，所以就是同样的摆动次数，那么这个时间的比就是我们周期的比，也可以看出来它应该是2:1。所以第40题问我们说，请问甲乙两个单摆的周期比是几比几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2:1。